大家好，我是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王台阳。在这里再一次很多谢那么多位热心的市民来到旺角警署声援一众被捕的义士和示威者。现在呢、我们本土民主前线刚刚被捕的成员就已经放出来了，他就、被警方控告是普通袭击和拒捕的，暂时保释到出来。其他被捕的人士呢都將會陸續放翻出嚟㗎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嘅時間都其實已經晏，同埋人數都逐漸減少。其實為咗大家嘅安全着想啦，咁我都建議大家可以陸續安全地離去，因為人數一少嘅時候，藍絲帶唔知會唔會再過嚟搞事。咁我擔心再有一啲受傷等等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呢，我哋本土民主前線嘅成員將會陸續離開我哋嘅樓。唔該曬大家。入邊有幾多人？都有3個左右，但係佢會陸續出翻嚟嘅。我想扮咗個女人俾佢拉咗。有一個女人俾佢拉咗。係咯，橙色衫嗰個。黃色衫嗰個，佢嗰個去咗醫院。去咗醫院，去咗醫院，但係唔清楚咩事去醫院，可能佢自己暈。多謝曬你哋嚇，多謝曬咁多位嚟到警署食外面聲援。